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苏东坡诗中说的竹，就是青城的竹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世界竹边看中国，中国竹边看青城。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青城竹边的独特魅力。提起青城竹边，有一位竹边大师享誉中外，他就是中国竹边艺术大师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云华。走进位于青城县南城乡的中国竹艺城，迎面而来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竹林，一栋周身蓝灰相间、造型为竹笋的建筑耸立在竹林间，这便是陈云华的中国竹编艺术博物馆。竹艺城内竹影婆娑，绿荫如盖，曲径通幽，亭榭典雅。眼前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面色红润，精神抖擞，衣着朴素。正是这位外表看起来普通的老人，一手打造了庞大的青城竹编产业。陈老，哦，哎，陈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哎呦，这里多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坐坐坐。好的，好的，坐坐。陈老啊，刚才我在你竹艺城呐逛了一大圈，那么大的规模，全部是你亲手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打造出来的，可能投了不少的钱啊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投的只是一幅画的钱，一张画，竹编画，一幅画的钱，哎，对，就可以来投这么大一个竹编城。对，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？里头有啥子故事？你跟我们分享。哦，那是1991年，我们迎四川这个对外交往文化系统的邀请，到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去搞文化交流。在这其中，我的中国白地图在那儿去展览，被一个美国的商人看起了。我就想到我的应该该48000块钱，我就按了48000。哦，十八零零零就是108。哦，对。哦，那108是人民币呢，是美元呢？嘿，你不晓得，我刚按的是人民币，结果他拿的交给我的是美元。哦，我回来过后，我就把这笔钱拿来换成人民币，换了40多万，开始修建了中国竹艺城。哦，提起竹子，很多人联想起的无非是竹篓、竹筐、竹篮、竹席等生活用品，而在陈云华的竹艺城里，竹子编成了什么样的作品呢？我特别想申请去参观你的作品，可以不？可以可以，好，是吧？来，请。陈老师啊，据我所知，2008年，我们青城竹编就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20年呢，又列入了首批四川省农村生活生产遗产名录。对。那么，竹编之乡很多，为啥子我们青城竹编能够入选呢？哦，这个问题我告诉你，嗯，其他地方的竹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做到了心、气、脚、筋、雅，把竹编文化艺术融为了一体，成了四川一朵绚丽的艺术奇葩。哎呀，提起自己的竹编作品，陈云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那么他的作品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？据陈云华介�绍，多年来他发明了16项专利，能够把竹篾做成细如发丝的竹丝，用来编成竹编艺术品。同时在80年代之前，全世界没有用竹丝来编织名人书画，而他就发明和创新了这个作品。而最为独特的就是他独创的彩色竹编，用彩色竹丝编织而成，苦乐清凉，就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。我们在编织的过程之中，你看这个弧度上由深到浅，哎，是最难解决的，所以它的价值非常高，非常漂亮。哦，完全没有想到，陈云华用一根根细如毛发的竹丝创造了上亿财富。经他手的竹制品，从手指大小的摆件到10米长宽的山水壁画，从几元钱一个的生活工具到拍卖价上百万的工艺品，无不创造着记录和奇迹。
这个，这个辫子，这个辫子，这是矮小无标的总理，叫阿里。哇，我，你这个晃眼看就跟照片或者油画一样，栩栩如生。而且他的这个发丝、眉毛、眼睛，他的整个的色彩，整个的阴暗面都变得非常漂亮。只是也大概在今后的一两个月之内，要把48个国家的元首一起编完。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，思维的这种开拓，对，还有个艺术的传承。那陈老，庆盛竹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那现在学习这个技艺的年轻人多不多呢？现在的年轻人不多了，现在我们这多年来总共办了500多些培训班，有25000多人我培训过的，他们来自于中国和世界。现在真正能够沉下来做的人大约只有1/3，就很少很少了。是，那年轻人就是寥寥无几了。年轻人根本不愿意来做，因为他们耐不住节目，在开始的时候呢，一两年是挣不了好多钱的。你有没有担忧过，万一年轻人都不来从事这个行业，那么这个竹编技艺会不会就此就断代失传了？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因为不来学肯定就会断代。学习时间长，效应见效慢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来学习竹编技艺。如果庆盛竹编面临着断层，这是老一辈竹编人和政府都不愿看到的事儿。究竟该如何把庆盛竹编技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呢？接下来我们将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，推动我们的庆盛竹编创新发展，高质量发展。